谢谢谢谢，好紧张好紧张，我演出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。是，谢谢。作为前两年比较火的演员，你知道现在在后台待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过很难过。嗯，真的，我早就跟我师傅说，我说不行，给我们调前面了，张云雷前面。我师傅说不行。对，行，你好好演好好演啊。既然已经到这儿了，今天又是钢丝节，满坑满谷的观众啊，今天来那么多观众，哇，票价很贵吧。大家能有票就不错啊。嗯，谢谢。 能进来就不错。哎，真是谢谢谢谢。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这就是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。对，今天呢又是一个钢丝节。嗯，每一场呢节目都不一样，是人员也不一样，还有翻场。哎呀，还有翻场。特别了不起。嗯，刚才是张云雷、杨九郎。嗯，当今我们德云社最火的演员啊。是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。是的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嘿，因为已经过时了。这个，哎呀，我还能笑得出来，这种心在滴血。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。嗯，我叫岳云鹏。是一个小学生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依然还有掌声，我心里特别开心啊。嗯，特别高兴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可以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对，爱你们爱你们。哎，啊，观众还是不累。这是我的搭档啊。嗯，我们两个给大家说一回相声。相声大家都知道，四门功课。说您是红过了，我是没了。不是，怎么了？您说我名儿啊？这不是大家都认识您，那也得说呀，对不对？大象。这是我的搭档孙越老师。哎，您老师。继续啊，指着你们站点儿呢。我们这场规定是30分钟。那你别说出来呀，别说出来呀。行，5分钟过去了。行行，又来5分钟。谢谢。还有爱孙越老师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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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是了不起。嗯，行。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呀？好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说明大家呀都喜欢相声。哎，对，这是好事儿。嗯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些个中年相声演员，我们这也不行。像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呢，也喜欢相声。您的意思就是能活着下去就行？我不知道现在观众的口味这么重口味了啊。您不看您接的谁？就听两个老家伙在这儿啊絮絮叨叨。嗯，对。大家都喜欢相声，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呢也喜欢说相声，喜欢，要不我没法进行了啊。哎，对，喜欢研究相声。哎，对了，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呀？您说说。打生活当中来。是，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。老话了，大家喜欢听相声，哈哈一笑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气均分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，对身体啊有好处。您说膀胱的时候别比划这边行吗？行，真是对身体有好处。有好处。是。那么说这人得了病怎么办呢？得病怎么办呢？去医院。没猜到吧？是不是没猜到？就这么神奇。这个转的还挺愣。得了病得上医院。那是。但是很多人啊都容易这个得病，大病小病不一样。哎，对，有的病看得见。嗯，有的病看不见，有的自然生长。嗯，有的后来创伤，有替先天的，对不 对, 对, 对。我们后台就有很多人都有病。后台都是病人。嗯，啊，很多人有病。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侯震。今儿没赌气没来那个 啊嗯，
往常都是他主持啊。对，今天说听说是什么，因为什么颜值还是因为什么？就对对对，啊，就是因为长得，嗯啊，就没让他来。是侯震，相声世家。对，侯本林的长子长孙。没错，相声说的，真是现在是我的，现在是我师傅的司机，你知道吗？您等会儿吧，相声世家怎么现在改司机了？他就是，啊，嗯，就是不太会。就是世家，哎，这是纯世家，纯世家啊！哎呀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那是，对，我比你还舒服呢。纯世家跟相声没关系，但是呢，这个喜欢开车哦，好开车，哎，给我师傅开车啊，司机啊。前两天出了点事儿，什么？出了点事儿。侯震开车出事了。对，哦，你师傅怎么样？我师傅能有事吗？那不是侯震给你师傅开车，他我师傅没在，侯震自己开车出啊，拉空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那天啊，这个保姆要去买菜，侯震说：“来，我去买。”您等会儿吧，你一个司机，你管保姆的活干嘛？不是，他跟保姆关系特别好，知道吧？我师傅家那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名字，他那个名字叫四宝斋。什么叫四宝？司机保姆的房间，你知道吗？婚房。四宝斋上下铺，不耽误事儿。哎，俩人关系挺好的。那还不好。保姆说去买菜，侯震说他去帮忙。哎，开着车就奔上高速了。哦，你收住得远。住得远啊。嗯。买菜得上高速，经过一段高速。对，在高速上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怼了。撞车了啊！而且是连环怼。哎呦，前面车后边车当给侯震怼中间了，夹中间了，挡风玻璃噗一下，哎呦，就进嘴里了。那他开车的时候一定说话来的，他是个嘴特别碎的人。哦，那么自己开车给收音机捧哏，不是相声世家吗？对，世家本色啊，是不是？自己的相声平时也不怎么可乐。对，没事，那世家现在都是半导体里活着呢啊。87.6大鹏的那个节目啊，开什么开心茶馆啊，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茶馆。好，是没错，捧哏，哎，挡风玻璃噗，哎呀，进嘴里了，怼嘴里了，满嘴的血呀，哎呀，您的。侯震都那样了，你那么开心，是蛮仔细，他再也不能给我们榨汁了。哦，对不对？不能告状了。哎，再也不能说我们不好了。那是好事。哎，为民除害了。这是侯震。哦，就这么惨。对，就这么惨。哎呀，哎，有的朋友说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跟我没关系，他就不能榨我的汁了，就结束了。哎，对，没有后来了。哎，嗯，这是侯震。孙老师，我怎么了？前两天也不舒服。什么叫不舒服？难受哪儿啊？嗯，嫂子，那个，您说清楚了啊，嗓子，哦，就这儿闹，扁桃体发炎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医院，家附近有一个医院，瞧瞧去。啊，叫会好的医院。啊，说的是病人，说的是医院的产业呀。会好的，这医院是买卖西是怎么着呢？具体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，反正就叫会好的医院，三甲医院。哦，三甲会好的三甲医院。嗯，就去了，进那个诊室。嗯，迎面有一个桌子。哦，哎，大夫在里边坐着。诊室吗？哎，嗯，旁边呢有一个这个洗手盆消毒的，墙上供着喜来乐。对，他就进去了。哎，大夫，等会儿，墙上供的谁？喜来乐。你供刘罗锅不好吗？这人一脸没有文化的样子，谁供刘罗锅干什么？喜来神医喜来乐啊！那没供喜来乐的，那供华佗呀！你供喜来，你供李宝田干嘛？我就问了。真行，挺大的医院，你搁个李宝田照片儿，什么事儿呢？其实我就不爱跟你聊天，供什么李宝田？喜来乐神医喜来乐吗？喜来乐照片啊？那照片谁呀？李宝田啊？那不一样吗？那个你废话，他演的喜来乐吗？那没有供他的呢也。
那得逛啊。什么医院？那得逛啊。医院是会好的，这玩意儿好得了吗？这会好的。哎，大夫站起来问，哎，怎么了怎么了、啊、大夫，我嗯、啊、我难受难受，我看你快死了，难受。这是会好，得亏你来得早，知道吗？嗯，晚一会儿怎么我都下班了。你们好不了，你们来张嘴张嘴、嗯、哎，说着话大夫从兜里掏出一个雪糕棒来，知道吗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来，您等会儿，脏不脏啊？雪糕棒缩了完了搁兜里了，还什么缩了？鸭舌片，鸭舌板，鸭舌板，鸭舌板，雪糕棒、哎、把舌头伸出来压住舌头、嗯、啊，还挺甜啊。嗨，也没缩了干净。哟，扁桃体发炎啊，瞧出来了，扁桃体发炎、嗯、没关系没关系、嗯、啊，手术手术好了。哎，啊，把扁桃体拉了，扁桃体拉了吗？啊，这倒没。扁桃体其实啊没有什么大用，它就是预警、啊、这有的人哪、啊、生病了难受，他走扁桃体，哎对，或者走鼻子，走嘴，走耳朵，走耳朵，走脚后跟，走脚后跟，这什么病啊？这是它不一样，它不一样、哦、为什么人有脚气，对不对？它就是释放那个毒。哦，对不对？我就有脚气。哦，十个脚趾头，八个脚趾头缝全有脚气。哎呀，特别酷，没事没事搓一搓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真恶心，我跟你说，扁桃体拉了就行了，知道吗？上楼做手术，做吧。啊，那个打麻药，打吧，选麻药吧。您等会儿吧。选麻药？还有选麻药啊？人麻药分三种。哪三种？口服、注射、喷雾。口服500，注射1000，喷雾2000。哪个管用啊？哎，说这口服是什么？口服啊，就是白酒。白酒，一斤白酒喝下去，当时就晕倒。啊，哦。注射就是传统的注射。哦，传统注射。哎，那喷雾呢？喷雾呢？喷雾就是把那个麻醉剂呢放到加湿器里头。2000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贵呢？加湿器送你了。大我一加湿器，来吧，就白酒吧，500吧，500吧，白酒，哎，500块钱一瓶白酒，就牛二锅头那个，没有广告，喝下去啊，当时飘了，哟，这一杯我就飘了，一瓶啊，一整瓶，嗯，大夫，嗯，欲仙欲死，什么酒也不知道到底，我感觉啊，就不用了。这忘了疼了，就不用手术了。哇，好舒服，很舒服。哎呀，这个大夫，大夫，我只有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有没有花生米？有花生米再来一瓶。我现在急需花生米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别废话，做手术啊，做手术。嗯，当就躺地上了。您等会儿，躺手术怎么躺地上了？当时没准备好嘛，躺地上。叫一系列的这个护士，一系列的，好，我头回听说这词儿，一系列的护士，就各个科室的这个护士，哦，全员出动，俩护士抬得起来吗？那你让我坐在那儿喝不好吗？你也没想到啊，是的，你想让我站着喝，当时撂那儿了，干嘛呢？这撂马呢？你们这儿，来吧，嗯，差不多七八个护士，是吧？够壮的护士，抬起来。放上去啊，手术做完没事了。那就过去了。转过天来又难受了。怎么又难受？馋酒了，又想酒了。酒腻了我啊。哪儿啊？嗯，阑尾炎。哦，就这儿，阑尾。阑尾。哦，这儿，阑尾。说好了，说好，这儿啊。啊，对对。就觉得难受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阑尾疼啊。怎么办？难受啊。嗯。上医院，会好的医院。哎。我早晚死这儿吧。奔那个诊室。啊，大夫。对。迎面一个桌子，里边是大夫，这边一个洗手间。离我天。包天。供着喜来乐，是吧？冲他也好不了，我现在。大夫，我又难受了，又难受。哪儿？嗓子怎么样？嗓子好了，但是我可能是这儿。哦，阑尾炎。动手术啊，没事，动手术。都得手术。走，上楼，3楼。3楼。换了一个这个手术室。到那之后，先生，选麻药。怎么又选麻药？选麻药啊，嗯，我们这有3种麻药，口服、注射、精神麻醉。
口服注射我才能理解，这精神麻醉是、嗯、精神麻醉就是给您讲故事，争取让您开心的晕过去，或者是难过的晕过去，看您选择是哪个、哦、大喜大悲、哦、对了对了、哦、大喜大悲，你看这玩意儿挺人性还、啊哎、省酒，这个我没有试过。来来，精神麻醉、啊、我听听，我怎么能我大喜大悲了，我躺好了啊、嗯、躺好了，精神麻醉、啊、先让我躺下了啊。嗯，这回想你先让我躺了，先躺好就这么开心了？废话，你看麻烦成护士一系列，他的这人还挺好满足。来，躺好了啊，闭上眼睛，争取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闭上眼睛我就开心了。其实我认识您，您不是说相声的孙越吗？啊，认识我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单位很多人都特别可乐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您说说我听听，怎么可乐？你们后台有个烧饼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听说了吗？最近被评为西城区十大美男之首。开不开心？西城区没人了，长那模样还美男之首啊，这个不足以让你开心吗？这我能开心吗？能够气死，能够气死也行啊。 啊也能晕过去，这我能自己晕过去就行。对，只要能晕过去就可以啊。您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这个不够是不是、啊、这过劲儿。好嘞好嘞。哎，你们后台有个演员叫栾云平，小栾，栾怼怼，这怼人呢？对，栾怼怼。嗯，你听说了吗？嗯，怼人世界锦标赛他拿了冠军。谁办这比赛？有一个题目叫梁山伯与祝英抬杠、嗯、你知道吗？可乐不可乐？不可乐、嗯、抬杠我怎么可乐？这不逗，这不逗，不逗、啊、这个、啊、于谦，于谦怎么了？前两天烫头烫死了。呦呵，这早晚。开不开心？有刚有一点那个劲儿。好嘞好嘞、有开始了。您再来点开心的我听听。好嘞好嘞、那个哎，你有一个搭档叫岳云鹏啊。有有有，这两年不行了、啊、对不对啊？他电影《鼠胆英雄》没有票房、啊、怎么样？哎呀，这都豁得出去了，确实没有票房。难得自己说啊。啊，这对我不管用，你要岳云鹏来了没准能晕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说票房当时就死了。那个，我要把大夫微信推给你。哎呀，这也不行啊！我再问你，宋老师，嗯啊，多久没有发工资了？啊、快动手术！嘎，晕过去了。我还有钱动手术呢。哎，没多久醒了。哦，醒了，醒了，那挺好。哎呦，做完了，大夫就问他，嗯，哎，先生，嗯，这个伤口，嗯，缝不缝？多新鲜呐！我躺着都亮着呢，我招苍蝇的一会儿。你们损不损？我躺着亮着，合着我。什么意思？我展示什么呢？我这什么意思？我还没缝呢。缝啊！我说话都漏风了一会儿。为什么不缝？为什么？快缝！不是我们这缝呢，有三种。怎么？您能一气儿说完吗？就我这亮着跟你聊，我得。忘了提前跟您说了，缝有三种啊。这个一种是正常的那种缝，啊，我觉得怎么缝都行，需要拆线的缝啊，好不好？嗯，还有什么？别问了，我就还挺有心劲儿，我还乐意聊。还有一种呢是胶布啊，就不用缝。那我等破轮胎了补上了。没事，还能揭开看一看伤口怎么样？没听说过，这是一种。我藏点私房钱，我得。还有一种是，我来，我还揭开看看，揭开出来了一会儿，像话吗这？啊，对，取出的阑尾您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要啊！还有一种最贵了。什么？五千。啊、五千这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个啊，这怎么那么贵？啊，我呀，我们给您缝一个我们医院的 logo。这。我没收你们钱就不错了，我会好的，怎么样？人家有哪儿缝的会好的，我怎么了我？看我这，行，赶快缝，怎么缝都行，别晾着了。缝完了，好了，那不好了，没事，你看，哎，别拍，没事了吧？嗯，这是孙老师的事儿，我算活下来了啊。标可乐的孙老师的父亲。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啊。哎靠我爸爸站点儿呢。
孙老师的父亲啊，铁铮铮的汉子，有血有肉。那也不经你们折腾。有血有肉。这废话，没血没肉，我爸爸木头。纯爷们儿。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都废话说的都。你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您说的都废话，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？这。纯爷们铁铮铮的汉子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好不了了。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啊。前两天就电影《鼠胆英雄》上映之前，怎么着？他跟人家打赌。我爸爸跟人打什么赌？哎，嗯，我打赌《鼠胆英雄》票房30亿。嗨，吹这牛也就打，哎，不行，打什么赌了？票房一定超过哪吒，我打赌。我要是输了，哎，你抠我一只眼。我爸爸这不就自杀吗？事实证明，抠了。眼睛没了，哎，对，好，我爸爸犯什么脏头？眼睛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去配眼。这词儿好。我跟他关系好啊，那是我跟他一起去的呀。那我没你，那眼睛丢不了呢。海淀有一个地方叫右眼堂。什么？右眼堂？什么右眼？就只配右眼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，左眼不管。哦，就配右眼，很多种。陶瓷的，哦，檀木的，檀木的，怕我爸爸长虫。好，檀木的，不锈钢的，哦，琥珀的，这值钱。我爸大黄眼珠子，铁的，哦，铁的。对了，他父亲呢，为了省钱，怎么呢？选了一个铁的，也结实啊。行吧，就结实，结实啊。塞进去，就塞进去了。塞进去了，他那个铁的眼珠子呀，沉，实心的吗？那可不是吗？哦，沉一个得有七八两，是吧？七八两，纯铁的呀。哎呦，没有两天，这右边脸啊，耷拉下来了，坠下来了，就都给压下来了，这不掉嘴里了？就这样，他父亲掉什么嘴里？掉什么？废话，耷拉下来了。怎么那么惨呢？听着，他父亲呢有一个铁铮铮的汉子。我说你说这一句，他父亲有一个爱好，知道吗？就这样还有爱好？有爱好，跳绳。我爸爱耍流星。哎呀，导致这个眼珠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。对，这边都空了。对，给脑仁再拽出去。这里边都空了，哎呀，没事，拿出来看一看。还看看干嘛去？好玩啊！这有什么好玩？怎么拿它抠不好看，知道吗？抠不好看。哎，磕！哎呦！哎，这往外磕，这没接住怎么办呀？好的嘞，再摁回去。哎呀，再来！哎哎。我爸爸真是个爷们儿，那是铁铮铮的汉子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拿眼眶吞铁球呢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哎，拿到手，多漂亮啊！还漂亮呢，你看这眼珠子画的啊，就这么神奇。什么？后面有人？没这么看着，干嘛还带摄像头呢？怎么着还吓唬谁呢？这个。哎呀，我写这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可乐呀。我没想到怎么就同意是我爸爸了呢。原来我说写于老师多好。后面有人。哎，这后面催你了。塞进去。啊。好，晚上睡觉啊，他躺着更难受。那是掉脑子里的。当啷。他往后走啊！废话，怎么办？睡觉前需要磕出来，知道吗？又来了，哎，对。我爸爸单手打标，单手接标。行，哎，行，可以了。坏了，怎么了？没接住。哎，对，我说早得掉地上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一只眼找不着，找一只眼找另外一只眼。啊。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吸铁石。
哎呀，拿一大吸铁石那么大个，在屋里头，不、着眼呢。哎呀，吸上来了，天啊！哎，在这儿了，全是铁砂上面啊。哎呀，那你洗一洗，万一不是的瓶子盖怎么办呀？真行，吸着就搁眼睛里呀、啊、你！你这么脏呢我这，这重量是差不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洗一洗，你消毒。哎呀，哎，我要干嘛来的？哎，啊，对对、嗯，该睡觉了。哎。你安进去干嘛呀？放在碗里头啊，你消毒液，睡觉。嗯，放在碗里，碗里有水啊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父亲半夜起来喝水，坏了，得改吞铁球了，给喝了。哎呀，喝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知道孙悦有认识大夫，对，会好的。李宝田的粉丝。发短信啊、嗯，忙发。咱有一只眼，就不用。哎，对，就不用。这边没了空唠唠的。孙悦你好，你要不张嘴看看？孙悦你好，不行，撤回。高了，我跟孙悦不用用你好。对，有没有眼其实一样的。孙悦，你在哪儿？我的眼睛被吃了。好，嗯，还是我自己吃的。那废话，别人谁下得去嘴呀、啊？我现在很难过。哎呀，左眼欲哭无泪。那是，嗯，都流到右眼眶里了。你说怎么办？嗯，打球眼了，我吧。哎，我可以发语音呢。你早干嘛去了？赶快奔医院！赶紧把医生的微信推给了他父亲。嗯，奔医院了。去吧，奔医院了，找大夫。大夫说：“你这张嘴我看看。”嗯，拿着牙舌片一压，哎呦呵，看见了。怎么？坏了坏了！怎么了？下去了。你看，你还杵进去干嘛呀？你要不下，还卡在这儿了就。你牙开道掉下去了，真讨厌！赶紧做胃镜。哎呀，哎，胃镜它是有那个管啊，对对对，那叫摄像头，杵张嘴啊，好嘞，杵，对，前面小爪子给扎抓出来，我看见了看见了，嗯，黑的，哎呦还挺圆，哎呀你拿出来，哟坏了，怎么了？下去了下去了，你又给杵的，杵下去了，你老追着他干嘛呀你？到肠子里了，赶紧做 CT，、哎、做吧，照各种照，嗯，大夫一瞧，嚯，你这个没在这个肠子里，没在哪儿呢？已经往下走了啊，行了，这快找着路了，你去。嗯，往下走了。您去肛门科吧。哎，对，哎，肛肠科呗。到那儿肛肠科，瞧一瞧。到那儿脱了裤子。嗯，大夫，您这动作有点夸张了。这是大象，您这干嘛呢？扒门帘子呢？过分了，您这有点。你没，我坏了坏了坏了！怎么坏了？我看了一辈子这个啊，今天啊，怎么他看我了？去你！